他现在可以打球了。目前最代表性的就是现在的四号鞋，零四号。嗯，这双我是就是前一阵都穿，这双还挺不错，挺好穿的。对，这双实际上打球还挺帅。他现在可以打球了。在我们专项分动作测的时候，可能会在我们专项二级这种垫子里面的，喜欢能不能刹得住。然后呢，这个鞋面这个包裹性，保护你踝关节这个侧翻。有时间了，我们好的再测体验。好的，好。对，其实都挺想穿的，跑一跑的，嗯。